来来来，花枝也好吃。啊，但是我要抽了。啊，你要不要软丝？软丝好啊，你再改吗？可以啊，就两只而已，我看三只。你需要几只再说，没关系，我先那个留给，我唔知几条搞我难钓啊。几条？好 ，OK。五百。都出来五百，还我的。哎，妹妹，跟你们分享，朋友丢毛球棍怎么讲？朋友丢，藤绝对袂丢，除非你撒足久的。啊，朋友丢无可能撒足久，水滚，但会搁滚起来打下就好了。袂丢哦，啊，昨昏甲你安尼藤遮大地啦。我讲迄是咱的鱼仔啦，别人敢会砍的？那是干卵鱼啊啦。恁是啊，伫遐尔一半尔。一半对。这一盘一二三，三只总共来800块给妹妹，要不要？不要让给别人哦。好，贝贝，不要来，好 ，OK， 没关系。好，谢谢。贝贝贝，叫回金，要不要买呢？加一只花枝汤1000，900了。拜托，你在想什么？你看。这一只刚到的500呢，900个一斤。啊？你怎么去淘？没有丢纯只安尼哦，无买嘛没有啊。好漂亮，做大片爱500。没有丢有啊无？没有了，就剩这些。好 ，OK， 小白带，做黄鱼我带。这个你要不要做包包等级？啊，总来800。总来哦。电脑啊，电脑。装来足济济啦！哦，电脑会使一支会使分。袂讲我卖你100块就好啊！哈哈哈！很稳哦。啊！哎，买东西又便宜又快，来。今天有母枪鱼吗？好久玩不啊？今天有母枪鱼吗？有。有啊！早上来的，赶快母枪鱼，人家把我钓走了，只剩8件，好大只。赶快，姐姐一定要买。你看你再说，来，姐姐你要怎样？啊，只4只，一只搁送你5只来500块，足俗足俗的。啊那，收这俩2只卖伊500啦。啊，3只500，5只500，你要卖几只？你甲我讲，啊500就对了。来啦，300啦。我来。我跟你讲，阿姐，一件食的，阿摊只卖鱼也俗的。你今天有几条？有。有。来，黄女士，谁要？我一条。谁加2包？2包什么口味？一种一包。啊，各一，韭菜跟那个来，那个。我什么意思？我刚刚一直叫我去轮回啦。哦，好贵啦！好贵啦！阿公，你叫阿勇去做啦！阿勇去做啥？阿勇去哦，你去开哦，开新小辣椒哦，阿勇呗。我给你直播啦。他是我的接班人。阿勇去做啥嘞？刚刚看了不了。阿哥，人要吃黄鱼无？人有就讲，阿那无就换菜啊。Harry， 手机有在那里那里吗？在我这里。啊，在你那里。到这里还没有换装啊！要过来的。好，来，再来说是什么？白带鱼的澎湖。哎呦，过来，到过来。你都是可以，哎，全部够我，你都是全部我。给你5块了，啊，5块。今天，有条线的小狗啊，都熬一下乌。没有大姑，小姑，阿爹，阿爹，我有诶，细只红牛红秋哥啊，你讲你讲秋哥，你讲秋哥，这个有带，不带对，一样的好吃就贵的，澎湖野生的，来，便宜卖便宜卖，别担心，一只没有100块，没有人会卖你。加一只再送一只，7只500块，弄多快？去讲2份，你要2000哦，来，一份一份抓。这里500，分成4个袋子。这朋友哎呦，这朋友空分一袋哦，来4只，来5只，来6只，赶快过来，7只一只才70块，来过来500。
它总共要四包。哦，我这条都够大只哦。阿公好吃不？五只，六只，来七只，好来。第三包了，好，再来。哎呦，怎么越下面越大只？五只，六只，来七只了。发财，好，这样子都四大，还有没有人要？来，上来你买一千。一分就好呀，好啦，袂要紧，袂要紧。我跟你讲，其实真买买，一包倒好，一包放咧冻，想吃就有。是，我，来，这不占空间啦，啊，来七条来五包。东本音乐送春茶，东本音乐送春茶。大哥，你要五包一千？五包了。五包呀，是。我。来七，当然好了。哎，来。那一只七十块是足俗的，但是好吃有青。哎，拢我搁用一个手摸摸，咱来去夹着着安。来，再来啊，谁要？没有的啦，这唔免搁问啊，绝对甜，绝对好吃。我一看还有六。来，七只有无？五百块儿子带过去。阿勇，拜托一下，帮我摸来，阿姐。我骨髓摕来买，先卖卖掉。那也先点菜就先买，再来你要什么？你的香芋啦，啊，五香芋啦，牛尾花好来，我这么大包啦，两百块，来，一箱的鸟，两包的鸟，大哥你买两包，哦，不要啦，两百块，鲑鱼，鲑鱼啊。啊，一包两百，一包拢是两百，买两包啦。无买我，咱两包就是四百。哎，一包，啊，一包的是两百，买无啊？来啦，两包的来。两包的来。我三包的你也无啊？啊，这里还有。一包。我过来。打板。再来一包。来。啊，头前。食水哦，足大米哦，爱煮熟哦，袂使做沙司面的哦，袂使哦。哦，啊来两包，还够有无？啊姐姐，你要几包？两包，一包啦，好啦。无啊，蚵仔剩四包就无啊。有啊，有还做沙司面。蚵仔有无？好，你请我帮忙做。哎，我个。哎呦，你拜托一包水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遮遮。啊，本来拢去个，嘛搭袂人家去。即摆咱这边较少，即摆拢南部拢去。啊，咱这边即摆拢人叫，江边迄边拢无聊要去，无所无聊要去哦。啊，我卖一包好个，好不好？嘿啦嘿啦，来。来，你个一百吼。今仔只有一件尔吼，来。哦，今仔日这有水无？讲你甲看，这了了一百，这切三四年落来。好啊。来，一百来，来。哦，给你，好，谢谢。来，搁一百来，前面。啊，搁有无？一百块的鲑鱼骨，较紧的，今仔日的鲑鱼。有够水，有够红，哦，无来收收掉吼。有啊，来。来来来，走。啊，无啊，剩最后一包无啊，就是无啊。啊，还佫有人吗？一百，等于煮火煮汤用蒸的都有计算。啊来，还佫来要爱啥？香鱼对啊，咱没有煮啊，香鱼啊。来。给我哥。你比他，有够大猪哦！哎，回来。那个是，哦，大猪的。有蛋。有蛋。不得了的好吃。这个我们上次去烤肉啊，就这么大只，对不对？里面那鲑鱼皮也能够好吃。哎，莫抬啊，这边你要得盐味要收收了，行行的。这个。这是几公斤的？四公斤的，还是三公斤？四公斤。这四公斤的母香鱼，当然，一人买一箱，一箱市价牌价无千五至千八买袂着，来，你试买。一人一千五，一千来。
讲保证你的哦，因为这是四公斤的，吓死人，全部是母虾，你这么大，每件一千呐，你要几件？还加搞莫就钱啊？等你也做干来度，来几千个来。乡里要吃来发声哦，这种母乡鱼拢有的哦，世界粗啦！你今仔吃无买，你等于温后悔。母乡鱼啦，这大只一只外口行爱300块，我跟你讲，刚刚呢，你外口开1000，我送你，你无跟你讲价。日本料理店你个行母乡鱼一只无300，你吃伊袂到。有人无？一定哦，现在吃袂完的。阿玲，你要一盘呀？我一盘够，你会带起来，我都给你丢啊！谢谢你。你别丢啦，你丢，丢会惊死人啊！好来，来，给我停一盘，差不多，来，一盘无半个要来，无就发收。来，大哥，你今仔卖无香鱼，你含收都唔免收，你补的。一盘偌重？要300斤的呢，补的一大斤青菜。我是用八斤，一只我甲斤是，我的本钱800，一只我甲斤就是800块。咱就是捡着软仔，啊，够人要吃500，你想你谁？我甲你分。你要不要带去？母香鱼哦，那全部是母的，超粗的，要就带一份去，还是他又没有来啊？那就算了，不要送他，要不要？我跟你讲了，那不然我们再带回去，然后我们再跟他分就好了。7-8块了，哎，500了，没事。哈哈哈哈哈。空鱼啊，香鱼啊。你再分我2只啊。好啊。来，再来。卖公2只啦，送你一箱红。吃袂。你这人都袂贪心，就是安尼啦。我本来是要送你2箱，变一箱。你一定来哈，你莫来去分小平哦，因为小平无爱食这個。讲起袂哦。哎。乜嘢啊？我知啦，我甲尽量我平均啦，对啦。你蛮好用的。加在500块母的大口袋的香鱼，500，一箱2箱。来，后面大哥，这里也要一个。来，无啦，一份啦。小弟一套餐，我就吩咐叫伊爱买去啊。你袂用买，用肚皮的。这顿是用这个。香鱼只有用水，你莫用吹。500块母的，母的，大只的保证有两个。到收迄边两只大面有够香的，唔免抬，500有啊无？无来收。小小，我会用对切片。会啦，啊！讲完，你敢无提哦？讲完不来啦啦。今日到位拢啊袂换衫嘞，一两天来到位拢无换衫，水哦，尾鱼提一声，来3+1500。那我1000。哦，你要1000啊？你讲我。好啦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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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，阿哥五百啊！大哥五百，一下打，一下打。大哥你500呀？哦。好，谢谢啊。哎，好，谢谢。光皮光一千，阿叔，阿哥几十块八块呢？400，红包给你。阿爸甲你起价，400块。我要买2包，要买2包有啦。200啊。来，可以要吃啦。会啦会啦，我会分啊。做生意无做到你遐苦啦。啊，要吃完才搁买落来。变啦变啦。变啦。你一夹来开哦。来。OK， 好，秀月今天帮你留一箱那个母香鱼 ，OK。因为啥？秋雅啥？啊，有人要吃鲑鱼无？无来哦，秀秀来哦。好来，萝卜糕嘛有。
等下我先。袂做管仔是三，讲完你要来哦，要两百还是一手？两手啊，两百。食完再过来甲你买就好啦。两个过年就收济啦。啊！你不是搞包，你不是先得讲完？啊，这嘛两百，那嘛两百，紧嘞两百。妈咪，那个旁边那个左手三件，对，这两件。阿爸完，这个爸值得啊。啊，阿爸做完。没啦没啦，这个别放冰箱。阿爸完是谁来的？啊！你是要好收完了啦？我收完了。啊，讲完有无啦？无得来啦！讲完人要吃无？两百块有无？有人要吃讲完无？来来，大哥，两百啦。阿哥，你好呀。五一三，二十三。来，我收完两百。都是工作，只是之前开后场做一下，然后。啊，好一万八百的，还佫有无？来两百的有无？两百，来，我来收收过去。哎，两百，两百。我来收过，收过，收过。早安。收过着。哎呀，阿爸。蚵仔剩剩哦，一包胖嘟嘟的两百块，刷来。无蚵仔咯，还佫有人要吃蚵仔无？剩剩哦，一包哦，无啊，就是无啊，来。纯要留一箱那个母香鱼，母香鱼要留一箱，好 ，OK。来，这个谁？一样，我这罐鱼啊，这罐鱼啊，我靠，一只五百块，你买两只，两百，两只六百。你看一百多块钱。你买这多少？我跟小月讲一下，小月早安。小月不好意思，昨天拿到综合的，今天的母香鱼我帮你留好了。我降低了呢。再麻烦你一下。这外口毒的，哎，头都条都一只卖你五百块。七十八的，你有当时到公斤的有无？有人要食卖我的是几只？来阿爸玩哦，阿爸玩只有一手哦。啊、你粉丝专利有提出来啊？在这里啊。还没有包装。这里要包装。包两百。好来。阿爸，我来两百。过来，过三杯来。三杯。你要三包吗？我要那个三包。来，一包一包。三包。我买油鸡、油鸭、龙和金毛啊，拢用这，你两包给我两包。安尼好啊，谢谢。好来，过旁边那个。好，过来。过来，萝卜糕，萝卜糕，我来，我来。萝卜糕，你要先换嘛？好，好，我这这先头前加了，加了，包包还背着。哎呀，你们款款来做伴，要来十一啦。好，十一号是不是甲你关起来？来哦，来哦。刷脸哦，刷脸的门禁。来，萝卜糕，要几分？一分八不？给两分好，来。好啦，还佫啥物食港式萝卜糕？即块萝卜糕比恁任何咧做诶饼干了，佫较好食。但是伊吼食早餐十一点才食，啊有啊无？无来收收着啦哦。啊，真空肉。啥物这样？哎，来了来了，粉丝。好永富的来了。永富摊摊。正宗大白菜啊。大蛤蟆，大。要炖啦，要煮啦，拢好食。我章鱼脚够水的水，光不大只，有人要吃章鱼脚的三百。我买了，干那我好吃。那个，伊个汤水吃面，那不错。还佫有无？啥物食过来哦？我定位要吃这大啦。无济哦，来三百，三百，吓死人！甲这支咧赚着五百块啊！来，这支我佫送你三百，三百三秒两秒一秒来，无卖吼，来。哎，用五大行啊！OK， 好，秀月 ，OK， 没问题，谢谢。妈咪，你若去买蛤蟆，想买一粒一粒讲，你买我的蛤蟆唔免讲，就是安尼才水。但是一半粒无啊，你著家己捡啊。我来两百来。我的蛤蟆有甲要求品质的哦。要求贵哦。来，要钓来两百。来，这个没有卖一百呢。这没有再卖一百，一百四点了。
即摆外口一斤百五啊！来，你外，你外口蛤蟆一百块就吃，你有钱你去甲搬。即摆蛤蟆有够贵的贵啦。风太关的啦。不是，即摆回不去了啦。嗯。那种便宜的价钱现在回不去了啦。即摆的时代就是安尼啊，两百无来收收掉。小小我的鱼包啊。鱼包来，肉质啊是三点的。来阿姐，你要吃冷冻的肉质啊？你搁方便，你太好，搁大只啊！你要老的鱼包。阿姐，我跟你讲，老友，今仔日我宣布一件代志吼，我已经甲贸易商吼讲好啊，讲好啊，就是讲好啊。即摆要另外一卡贵啊的肉质啊，甲吃落。所以呢，我甲伊讲退下。安尼意思你就听，我今仔日较俗的呗，就是今仔日开始，因为会。